你看，像个猴子一样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，俺终于也能做成大侠了，师傅老人家一定高兴。这回也算是为师门争光。 是狐妖出没吧？哎呦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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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狐
吓不吓人啊，一舍都被困在林子里，只要大家别去惹他们，万物刘狗，你不过斗，真是太开心，真是谢谢你们了，大哥哥，咱们又见面了，你要不要吃糖葫芦呀？ 走走走，谢谢你，咱们得请。老先生，我能不能请教个问题？没钱呐，我时间很宝贵的。哎呀，青云们弟子将来肯定有钱，咱们这是在做投资。嗯，好，你我也算有缘。 今天我就当行善积德，下次有钱了可得还呐。砍柴了，谢谢老先生。你要问什么呀？老先生，妖也会有人性吗？世人总说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生而为妖，自然就是他们的原罪。那妖也会讲情义吗？不过人有大奸大恶之徒。 妖有何尝不会有情深意重之辈？他正邪厮杀，又是为何？天道无亲。什么天道定数的？小凡，你不要相信。我这回可是免费回答问题的，没收钱，没骗人。小凡，我们走。爷爷，你说大哥哥在黑石洞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正邪之变。 你怎么还不去睡？你呢？你不也没有睡？是牵挂我，还是出来里里玩？我睡不着。明天你就要去流波山了吗？我也要去。你怎么吓到你了？你别耍孩子脾气了。 其实我刚才一个人的时候，想着若是我俩就死在那滴血都没出来，也挺好的。你别乱开玩笑。谁开玩笑？那是我心里话。别闹了。在你心，圣教和正派之分，真就那么重要？
他那么在乎正邪身份，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幽云，走吧，宗主正在等我们，不要误了大事。什么？已经结完账了？啊，我昨天半夜那姑娘帮你们都结完账，和一个蒙面女子连夜冒雨走了。啊，已经走了吗？是啊，这菜不错，那么大的雨，拦都拦不住。走了就好。张兄弟，俺本来也想跟着你去游波山，但昨晚收到师父的消息，让俺回金刚门。那保重了。你也保重。张兄弟，是不是舍不得碧瑶姑娘？要是舍不得，你就去找她。她应该是和家人一起回去了，这样挺好的。真搞不懂你们。吃好了吗？赶紧收拾收拾。俺们有缘再见。够了吗？不会再点那个呀。山入海七千里，没想到这么远。海鸥，太好了，附近肯定有岛。竟然没死，云家陆宅，杀，杀了他！师兄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有事儿，来得正好，一个也别放过。张，看张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，怎么信邪？我的獠牙法宝，大爷大爷。师姐，没事。又一个师姐，真是个多情种。老大，几个小辈都打不过，我们练血他还要不要混了？
不好对付，今天我要让他伏葬身之地，去走吧。师娘，回来了，回来了就好。老七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差点没命回来，有啥好高兴的？小凡，靖宇，你怎么能就这么失踪了呢？我，小凡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先死的。回来就好，我们以后还要一起扫荡魔教。对，我们要一起报仇。接下来我也要更努力修行。灵儿师妹，输给你了。你没受伤吧？秦师兄，你出去以后我一直担心，生怕你出什么事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回来就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师姐和秦师兄已经定亲，其他事情都已经公开，你都安好吧。不仅不休，就要成亲，就要成亲。他们现在都已经公开了，已经定亲了。估计不久，就要成亲。秦师兄。我一定要和秦昊师兄在一起，就算爹娘再怎么反对，就算等到海枯石烂，我们也会在一起的。小凡，你怎么了？秦师兄，就算等到海枯石烂，我们也会在一起的。秦师兄，我们也会在一起的。四鬼老爹和恶人捕捉卷进去的那两次破事，总得查个明白。